Hello， 大家好，我是梅森。台南又有新店啦，这家位于奇美医院附近的百宝奶奶杂货店是近期开幕就非常吸引人的一间奶昔专卖店。你们以为只有卖奶昔吗？那就大错特错了。重点是他们家摆满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麦当劳系列玩具。一进到店里，梅森的童年回忆马上涌现出来，还记得小时候和弟弟去吃麦当劳都一定会点快乐儿童餐。百宝奶奶杂货店的玩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想要购买也是可以的哦。以前在麦当劳非常红的奶昔，今天在百宝奶奶也能够满足各位。话不多说，赶快来拍照喝奶昔吧。不说，门口的麦当劳小丑真的超帅的耶。